那个，您现在说话方便吗？不方便，我媳妇儿在呢。不是不是，郭老师，嗯，是这样的，我呢有一个问题想问您。爱过。不是郭老师，你误会了。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呢在参加一个回答问题的节目。您呢是我身边最有文化的人，所以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你问吧。那好好，您听好了啊。下面哪位是唐朝著名诗人？啊 ，A. 李易峰 ，B. 李宇春 ，C. 里奥纳多·迪卡普里奥。D. 李白。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